角色部分吗？角色的话，我们出场的话总共会有三只角色，然后我们三只角色的话，待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三只角色，它定位主要变成主要会分为坦克类型的角色、输出类型的角色以及辅助类型的角色。依照角色类型的不同，它下面的方块会有依照不同颜色而去呈现。三位角色分别他们的背景设定，简单的设定。背景设定吗？可能不太清楚。有打到那个打法，上面好像有写到，对，就不太清楚。好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就是一开始要告诉人家说你要怎么去玩这款游戏。那现在首先是发动热销，你要按住变发动的角色板块。好，现在就是该角色的二手技能。然后是发动四消，操作的话跟打刚才一样，但是按住滑动，然后再按。那我们这次体验的